国家要把地铁建，幸福小区有一站，为了方便您乘车，大伙儿请往这里看，便民前乡，有钱。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，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，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，坐个车呀，上个厕所呀，买个小零食啊，就可以从这儿拿钱。拿钱可以，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。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，这钱箱放上以后，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，厉害吧。我是干啥的？我在这儿看钱箱。其实有啥好看的，大家素质都这么高，我就是做点好事儿。喂，啊，女儿，放学了？啊啊，好，哎，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。哎哎，我来了来了。多亏这个便民箱了，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，我再拿点钱。我今天都拿3回了，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往里放100。那个，我放了100块钱啊，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，你找我90就行。完，我再捐10块，你找我80就行，好不？好的，放里了。哎呀。1块2块3块4块5块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小姨夫爷爷，你干哈呀，吓我一跳啊。捡起来啊，这干哈呀，这是啊，臭冷的一场的呀，是不是掉缝里了啊？我拿，拿来，啊！我的钱？你什么你的钱？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？不是，这是便民箱，就是往外拿钱的。你来干啥来了？你来拿钱呢？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。你看我，大家素质都这么高，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，我鄙视你。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？这不便民箱吗？就是拿的，我是来拿了。看见没有，每人最多拿5块，你拿几次了？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。不是，小姨夫爷爷，我今天确实拿3次，但是没超过5块。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，吃完之后呢，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，我就想上厕所，上厕所得用钱呢，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，出来之后呢，我肚子好了，我就越想吃冰棍了，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。现在呢，现在又想上厕所，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啊。那这次拿钱干啥？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。小姨夫爷爷，你没事看着我干啥？你是不是闲的呀？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。我没偷，我还往里放钱了，放100块钱。放啥100？这是零钱箱，哪有100的？你看看，不信你看看。这谁的？我的。你的？啊，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100的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自己玩的挺好，我自己呀。你说这100的是你的，你说这钱长成啥样？长方形的。对了，啥颜色的？粉的。又对了，有啥特点？特别重要的特点，快！上边写着100。你的。小姨夫爷爷，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？
你去医院看看去吧，你是不是得病了？谁得病了？得什么病？不是，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？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，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？折没折过？有没有折？编号是多少吗？哎，那什么？啥？